这盘龙棍乃是我曹邦胜百年来从未觊觎他人，有了它，便可号令全国水运关闸，可保你一路畅通无阻。 谢过翁前辈。龙帮主，借一步说话。龙帮主，好眼力呀，钓到金龟婿。哎呦，翁前辈，他叫翁前辈，叫大哥。大哥，<笑>我们只是普通的行商伙伴。那也是同走一条路。哎，说同走一条路，也不一定是同路人啊。 干嘛？离我远点！小心我呼你耳朵，我跟你说。哎，小心我揍你！你干嘛？哎，我的鱼！哎呀，好的不学，偏学强盗。 什么强盗？采花大盗？我发现你这个人之前话又少，说出来又扎人，怎么现在变得油腔滑调？那我这般，你可喜欢？嗯，这是我烤的鱼，要吃自己抓去。 小心烫，嗯，好吃。